去掉一个叶片的话，嗯，还得高一点。疼？不疼。嗯，害怕？疼。嗯。嗯。哎，我以前那个脚哈，嗯，每次去我跟你讲可疼可疼了。刚才抠这边疼吗？你这不疼。就是害怕。就是对。以前抠出阴影来了是不是？疼了。以前是不是？我那时候就在上梁，我说，哎呦，那时候麻药点上去，嗯，就不疼了那种。修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手法，老师傅干这个行业的时候，老师傅太少了，干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少有人能接得下来。嗯，看这里边压的，一般人坚持不下来。你像我飞檐干了20年，中途我也想放弃好几回，全靠手法。老师傅只有老师傅修了他的小点不疼，你知道，现在好多都是学徒，你知道哈，根本就没有经验。带俩大人小姑娘到明天的一家修脚店，叫什么室友是叫什么的，是什么，哎我的老天爷，玩呢，你这些小姑娘要叫我嗷嗷我早一脚就踩着点是他上去哈，他是直接把那整个侧面拿下道全切到底了，全切到底，那鞋子直冒哪的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那有的人直接能疼晕过去。我说他爹不打麻药。嗯，你那儿去了，去坏了，给他打不了麻药，要麻药只有医院才能有麻药。哎呀，太给我吓的呀！嗯。这样你像这样修，几乎是没什么感觉，你知道。但是你就是以前那么你哭害怕了。这样不疼吗？嗯，不疼。